三人で、最後4個します。チーム因为我们已经隔了一个礼拜，那我们稍微来复习一下这件事情，所以我们就先来加，先把两个多加在一起。好，如果你翻开讲义的有一页，应该会有一个什么动手，25，对吧？25页，感谢你。动手学物理，那你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手？OK， 好，那。如果看到那一页的时候，它应该是有画两个波吧，一个波是向右行进，一个是向左行进。好，白色的波是向右行进的波，然后它在 t 等于零的时候看到这个波形。好。那如果我们画了第二个波，绿色的波，好，跟白色的波大小相同，然后做正负一样，频率一样，波长一样，好，那但它是向左边行进的 ，OK， 好，那所以请各位现在帮我留情，帮我把每一个时刻，我们现在每间隔四分之一钟。每一个波的图形画来讲 ，OK， 好，所以现在我们来画出一等于四分之一大 T 的时候的这个波形。好，我们先画白色的，所以白色这个波形是不是会向右行进四分之一的周期率？对，好，那这时候它的位置应该在。这个图形可以一下右边嘛，对不对？所以 ，OK， 这边要精准。
机能大机能。好，是不是就跟原本这个图形一样，对吧？白色的就继续这样运行下去，是不是就是在这边就会形成很多包？那就跟这个图长得一模一样，那一样把它copy下来。
那既然你会发现，哎，黄色的点、褐色的点，都没有在动，我就给它一个名字，这些点就叫节点。OK， 然后一个就叫动。好，然后这些，哎，看起来在这边来回震荡，而且这个震荡的振幅又大的这些点，也很特殊吧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叫这些点，我们绿色点出现，这些叫做负点。那这时候你灵魂在做运作，它不会动叫做，那它一直动。因为我应该叫你勇士吧，还是肌肉勇士？来帮我拿着神哥另外一端。肌肉哪一块？杰哥，杰哥，放下好吧。对，哎呀，握着这一端，然后放下来。好来，我们刚刚是不是？没关系。好，我们刚刚是不是跟你讲说两个？互相行进方向相反，而且相同的正弦波叠加之后会形成那个图形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是不是现在在这边多甩一个弧过去？那它也是固定的，它应该会反射一个跟它我相反的这个波回来吧，对不对？那以这种逻辑来看，是不是应该要产生这种东西？对吧？假如说我这边是固定的，我可以打弧过去，它反射回来，应该是叠加之后结果应该长。对吧？就在这边发正弦波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杰哥要不要试试看？好像，对你甩，你甩试试看，甩出这个东西。你有发现上下甩好像有点不同？那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它甩回来？就是想办法甩出这个，拉紧一点嘛。OK， 拉紧一点，试试看。拉紧一点。好，我就发现这个技巧是特别高。哦，杰哥，哦，有练哦。好，感谢杰哥。好，那今天你会发现一件事，你这样水平跟这个这样一回的震动这样甩，好像有点。那我试试看，如果是这样的，哎。是不是感觉好像就比较轻松？这也可以造成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图形的这个效果。它一样上下震动，然后说，但是它的那个波折不容易。那如果我要做成两个，欢迎，这个甩起来，哎，是不是就跟那个图形很像？对不对？哎，那你就会注意到中间那个点，是不是感觉好像相对位置，好像都是在中间对方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点就叫节点。那中间这个甩比较大。好，那如果今天我想看两个图案，我想看三个，那就是六块。哦，对吧？就对到这个，就是三个。好，那如果今天因为我的紧张，所以我就一直抖，一直抖，一直抖，频率又变快。两个试试看，两个先试一下，然后说方向。
锅包的，这种锅你觉得我应该感觉什么？频率，对吧？频率应该有关。那我问你，大家能请跟烧有关吗？然后松一点，你就发现松一点感觉好像比较好算，舒服，练得更重。好，那现在就是开始好奇，到底发生什么？好，那你会发现在甩的过程中，我发现帮我再拿起一点。好，平常我们波不是在甩过去的时候，波形是会传递的，对不对？那你会不会看到我在刚刚在甩的过程中，这个波形有在传递吗？好像没有，对不对？好像这时候在原地上下做震荡，对不对？而且这个震荡看起来是斜行震荡。好，所以你看，这时候波没有在传递的样子，你就撇开四角柱，好像都待在原地波动。对，像这种波比较舒服。OK， 好，所以刚刚应该已经有看到了。当你在形成驻波的时候，频率应该是一个，对吧？张力也有可能是我去让这个驻波好不好形成这个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。好，首先总结一下，驻波节点到节点之间，它应该差什么距离？二分之一波长，那就二分之一浪长。节点到节点，相邻的节点 ，OK， 然后布点到布点一样，对不对 ？OK， 好，然后驻波会在原地做节节震荡 ，OK， 而且波形会传递，就是你看到的东西。好，那再来，我们就来讨论啊，让波两端，两端是固定端的这种情况。好，像我们刚刚那个甩码是不是就是两端都是固定的？虽然看起来我站在那边要甩码，对不对？但你会发现两端应该都看起来像是节点的部分，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说 OK， 那我们形成的这个驻波是两端都是固定端。好，那当我需要甩的这个频率最小的波应该是长这样。我刚刚甩最慢的时候，同一个波情况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当我要形成这个驻波的最小情况，是不是就是一个波包的这个情况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如果这一次的段长度叫做 L 的话，那你可以跟我说，这个波的波长应该是，你应该可以写出这个关系是，对吧？这整段的距离既然叫，那我要知道节点到节点之间的距离叫二分之一，那，这一整段长度是不是就是二分之一？二分之一啊，这个 ，OK 吗？好，那如果今天我再甩下去，是不是会有出现两个波包的结果？对不对？那这种两个波包的结果，应该画起来会怎么样？像这种情况的话，是不是你会跟我说，我们应该知道这里有一个二分之一浪打，这里有两个二分之一浪打，就是二分之一浪，就是一个二分之一，对，好，那我故意加起来，对吧？一样意思，就是两个二分之一浪。好，那再来画下去呢？是不是也告诉我说有三个波包的结果，对吧？三个波包的这种状况，那这时候你就说总长度 L 应该是要等于三倍的二分之一浪长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会发现一件事情。请问一下，我在甩动的这个过程的频率是不是已经被固定？对，因为我绳子的波速应该是由介质决定，所以波速是固定的。那是不是我现在决定了浪打的长度，
他就决定了，对吧？对吧？然后所以你发现，哎，既然我已经知道了，哎，然后说我继续这样点下去，你会发现，哎，你照这个规律下去，是不是跟我讲，它就要等于二倍的二分之一了，就是决定。所以就变成是我拉紧了要什么关系？
啊，如果我刚拉松一点的话，是不是就以刚刚的那个甩，有点轻轻松松，变很多包了，对吧？哎，所以其实你就发现，你要甩出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你知道有技巧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之后去服务队的时候也可以，对不对？就来一个助波大考验，就这样叫两个小朋友在那边拉着，在那边甩，对不对？谁能甩出越多，就加多少分？哎，都帮你测试了。好，所以这是两端都是固定端的这个结果 ，OK 吗？好，那还有就是我们那时候是在讨论的时候，有固定端跟开口端，对，那如果一端是开口端的，形成的负固定端。好，这个只单一例子，因为有一边人拿出了开口端。好，所以要。既然我一端是开口，一端是固定，那是不是有一边是没有被封住，然后有一边是固定？是不是这样看？看起来像最后的结果，这应该是最简单的情况，就是一端是开口的。那如果我再甩的话，是不是？有看到有一个锅包出现，然后另外一端是看起来跟自由端的。好，那再来，我能不能做出两个锅包，然后下面也是开口的？我就要考验我的技术。好，有点不行，因为这个绳子太轻，就下面有点不好。好，所以你刚刚有看到吗？就是我在甩的过程中，上面形成一个锅包，然后下面是开口的，是不是这种也是一种副锅存在的？对吧？我现在看起来好像是八六的。好，所以 ，OK， 所以第二种情况就是一端是固定，一端是开口的这种模式，对吧？好，现在就来讨论这件事情。OK， 所以这张图就先放，那我这张擦掉了。好，当我一端是固定。一端是从自由开口端跟自由端，一端固定，一端是，它是不是画出来的 ？OK， 假设是这个墙壁，好，这个白色虚线是方便我画这端没有东西 ，OK， 好。所以，像我们刚刚甩出来这个最基本的，它是跟你说 ，OK， 连着墙壁的这个点叫做节点，然后对应到的这个地方是负点，对不对？来画出来。OK， 然后之后再来，下一种情况应该是多一个锅包。像这种情况，我们叫做第二种情况，它能形成复锅的这个第二种情况。就是我规定你在左边一定要是节点，右边一定要是负点，那你画出来的第二种就是这样。好，那第三种，除了再多一个的话，在这边，
二分之一加四分之一嘛，所以就四分之三。好，看着。哎，这里是一加四分之一就四分之五嘛。好，所以一样，以我们刚刚命令规则来看，像这种最简单、最简单的，就平均最低的，应该叫做基敏吧，对吧？所以像这种在这里的情况，应该叫做基敏。好，那一样，它是最小的。
给他，会给他一个特定频率，在这一个打他出来让他震动。OK， 震动会带动上面这一个嘛，所以就等于是刚刚好像我手在那边叫，只是我换一个打他到手。OK， 所以当我在这边输入特定频率的时候，是不是就可以在这边形成波，在那边甩出波？那如果调的刚刚好，是不是就在这边形成波？OK， 好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来做验证这件事情。好，等一下如果后面看不到的同学可以到前面。找一个风水老师。好、oh。
发现大概就是基底的分布大概就在12到13左右之间，它可能是一个。OK， 好，像这样是固定的分布。好 ，OK， 那如果我把这一端调松一点，那就应该会上下，就好像自由端，对不对？那这一端就是一样是固定端，所以一样的意思，我是不是应该可以用这样做出一端自由，一端固定，对吧？好，试试看，一样，我就先从最基本的开始做吧。好，你会发现这一段好像看起来是没有在动，对，因为它频率太低了，其实它要往上走，所以我们往上走，看一下能不能找到。是有点，还有点像，是那个不一样。哎，来，期待，这边是看起来是，然后这边看起来是。不要再上这个，那这后面，好，看起来好像还是有点。啊，那我，像这样会不会有点像是这边是固定，这边是固定，对吧？然后这边是截面，那这是不是就看起来像是一端是有根，然后显示跟这里都有情况，对吧？好，那这边就会有点基础上的。啊，我如果再找下一个，应该是。频率应该到变成三倍吧，我现在是18，这是 N 等于3，因为 N 等于2很少，它是基频的三倍，所以基频应该是6。OK， 所以下一个应该是到30。两个波包附近，对吧？那如果再往上，42。所以看起来好像是在，就是它应该是在介于中间。好，这边虽然看起来好像是，那没什么，因为这里应该是查理作用，所以它的那个就是原本这里应该是负点的情况，应该会变得比较少。所以它后面叠加出来的越高频率应该加起来越多，对吧？所以尽力有 ，OK， 好。所以发现确实跟我们的计算的结果。应该看起来是一样，差不多，对不对 ？OK， 尤其是固定端，固定端看起来就很明显了。我直接乘了13，我可以明显看到出我的这个波包数量还是有。OK， 好。然后频率当然可以继续往上加，只是因为就加上去就很少，不要伤害各位的耳朵，就先这样。OK， 好。好呀，好，那你有发现我们现象跟这种实验都做过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再来。各位是数字吧？我是不是应该也要把它写成波函数式？对吧？好，简单来证明一下这件事情。我要怎样算出？我们不是说吗？当这两个波正弦波是相向，对不对？一个向左，一个向右，它们互相向靠近叠加起来的时候，对。所以我们会不会写向右行进的正弦波函数？会吧？那向左呢？对吧？那 Y 方向是不是就他们两个叠加起来而已？对吧 ？OK， 好，我们把它加起来。OK， 好，所以向右行进的这个波的波函数。Y 好，是不是叫 Y 等于 sin
可以有时间我拿去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进入。是不是叫做 y 等于 sin ax 加 o 贝塔？好，就我们刚刚说的内容，是不是就跟你讲，合成波的这个波形，是不是应该是？向左行进的波跟向右的行进的波是什么？对 ，OK， 好，所以这时候的你会想怎样？就把加在一起，加在一起。刚说
节点是一样的，对吧？确实就是。OK， 好，那所以找重点呢，就找最大，对不对 ？OK， 好，所以没错，就这样。好，那今天有问题吗？那没有问题的话，那我们这堂课就到这里。好，有问题的话下面来问。对。Yeah.